不敢就算了。不要！哎，你刚不是大过我了吗？还是我眼花了？把妞睡住！班师傅，班师傅，现在已经在试技了，好不好？试了。对，明天请，明天请走。那算了，不敢就算了。哎呀，哎，你也不过如此啊，不用跟我说这么多。看你给我来，他妈的，我开操！你不知道你家的打野已经被我处理的不要不要的吗？哎，哎，七家群是不一样的，你跟他又不一样了。他们七家群。啊，像疯狗啊，这个啊，这个确定欸，牛师傅你很空啊，踢你一拳啊。没有啊，哇，你很会嘛，一人一拳啊。哎呦，人一个金翅膀，会怕是吧？哎呀，这个瞬移啊，够快够狠。对，王什么？龟草神虎王，牛师傅，您紧张了？没有啊，我不要啊！你不要是不是？厉害！偏不怎样？偏不哦，一拳看。哎，你刚不是大过我了吗？还是我眼花了？听不见你的声音啊！我用手机打给您。你是在干扰？不还行吗？你是在干扰班师傅啊？啊？在干扰班师傅啊？没有，耳机没电了。等一下，我在吃和牛了，专吃牛的。哦。哦，是不是啊、我闻到了，我不会再中计了，先跑再说。啊、你很会跑哎、欸！有一铁药你要吗？不要，我不要那铁药。你过来啦，你受不了。要啊！哦，要什么？一拳不哦，会痛啊！范师傅是不是不行啊、欸、哎呀，就说我这个拳法跟齐家拳是不一样的。是啊，要收敛快点点啊。哈哈不要不要不要欧李轩不接受求饶3-0，谢谢范师傅，下课以后齐师傅要叫我师公了。师爷啊！师爷，旁边是谁在说话？旁边是咱们存在的哥，他是最我们隐藏的胖师傅，胖师祖啊、哦！我们打的是一个波山的结束、欸，哎，哦，真假？真的、哦，你不要这么嚣张好不好？还不能这么爽是？对，我生气了，我要七伤拳了。我等下要把你的旁边的大魔王给请出来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干嘞，我的招牌啊！你招牌被我拆了、啊，肯定。我用我战术了，抱歉。什么战术啊？这你就你在躲吗？求饶战术啊！我没有在求饶的啦。男子汉还在跟你求饶？来哈喽。差点没过哎！干嘛？哎、欸，干嘛？借故游戏啊？什么鬼？就是这样疯狗流的、欸，我都猜不出你的全路哎、欸。我们现在认真模式，您是不是觉得我很难打、啊？不会啊，上面胖师傅也是这样的。真的吗？一道墙，一道高墙。哦，胖师傅也是这样子吗？跨不过去的那道墙。你看你尬不过来啊。小心点呐、啊！刚刚这是啥事呢？发生啥事？哎，撞到你啊！你小心点啊！我还没看清呢。我老弟，你小心点。我在这了，是吧？啊、我已经赢你500块了。500块不算什么、啊。
开个红单都不够啊。喂，班师傅，这拳疼吗？满血啊！满血啊，牛师弟！哦，还看？你还敢看？你还敢看啊？痛不痛？打在你脸上！哦吼哦，痛不痛啊，牛师弟？正面来啊！到底有冒啊？你多我500，我跟你来。对，我很难打、啊。不会啊，不会。哦，我靠你，干！干嘞！哦，不会就是不会。你给我憋气一个不会，马上灌出来、欸。哦，你会给我散大。你班师傅怎么叹气了呢？这家伙有点东西是吧？我感不是特别的火烫啊。您来啊，您还在等闪现啊，尬聊吗？哪有啊，你这个视野盲差冲出来，哥会怕。那个大闪是吧，大二然后再接一个一，尬聊吗？我们用空气交流交流。你来啦，你不要再躲了好不好？你要死啊。我怎么死？一拳呐、啊，赌这个位置不很好，在这个位置死三次啊！我不要在这个位置。板牛师傅，啊！牛师，牛师傅，我满血单杀。没事，没兵啊，没兵，我听你耶。扛啊，你扛，哎，继续，我尬了嘛，来走。哎呀，失策，要吃和牛了，各位。不是这样，我大按出去是没按到。在哈喽，阿义是荆州啊，好不好？你要死、啊？我又要死了，你要死了啦！靠！别骗人了，牛师傅，您要死了！我20秒拆不掉的，确定？我确定。你确定？哎，踹掉了，你踹掉了，8秒我复活了，快！快下啦！快！先走了，用安全啊！没事，没什么。完了，不对了，完了，班师傅，对，感觉不对，对了吗？味道，这里味道不对。哦，你在归家了？先躲起来啊！我们蹲的越低，跳的越高，跌的越高啊！别再蹲了，好不好？几点还在？哦哦，干嘛？想对？我这个拳是要刺进你心里的。哦，凶哎、欸！哇，有闪现了，我要走了。师傅，你在我侧边？没有啊，三小啊，你妈的！你有闪现啦、啊！啊！干你娘！你知道？说谎！再见啦，班师傅！我干你哪嘞！最后获胜的是牛师傅。干你！我就知道他闪现，他跟我说没有。啊！哦！再见。啊！你不带走，来不及握手。看，亏！我的徒儿呢？他是不是在旁边看戏？你的徒儿不在，不在，走了，回家去了。那个师傅被我打一个没开台了。他说他今天
开不了了。对啊，被吓到了。班师傅一拳直接不齐天。